只要人说狼人请睁眼，他就开始讲。然后女巫请睁眼，他每一个要歧视，他都一直在用。然后我想说不要吵，你们真的不要吵。然后狼人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想说也太久了吧，我眼睛超干的。然后隔壁又一直吵，所以我就整个混乱我整个情绪。直接工作，先验七级看。我有七底牌好人，可能六级进客。太夸张了！你刚刚说我在动的时候，你听到我声音，这点 OK。然后你是说，但是你在模仿我的舞步的时候，你完全的模仿到我的舞步。因为我是这样子，然后你刚刚在学我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子，代表说你眼睛是真实的。屁嘞，老娘是舞蹈老师的，你在模仿舞蹈那么烂，谁不会跳啊？没有，你那么简单。你有句话很怪，你就说，那我在狼山很久，眼睛很干。如果你眼睛闭着，应该会很湿才对啊。没有，我这眼睛很痛啊。哦，好吧，好，那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我们一定还有一个人在说谎啊。对啊，而且现在炸弹藏在这里，我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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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张，小赖，我真的两张，我们死了，死掉了，有了吧？最后，来，你们两个，我真的两张，你不要骗我哈，我真的两张。风泽铁坏，风泽铁坏，风泽铁坏。好了，我走，我搭档了。我走，我搭档不行吗？没关系，你谁是我搭档？你安静点，你回去。我知道是谁，我心里知道是谁。现在朋友结束了，炸弹在我这，炸弹在我这，炸弹在我这。那为什么你不讲？你刚刚为什么？没有，他叫我不要讲。我讲的话，如果你没有坏，就剪我啦。你干嘛讲？对。对啊。会不会晚？